人意，生怕枯萎，我愿意为你祝福。我爱你，我心只属于你，今生情世不渝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。谢谢我爱你，对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已，你要为我再想一想，我决定爱你们一万年。再来一遍，感谢陈南哥送来的马车。对你付出真意，今生情痴不移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。我爱你，对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已，你要为我再想一想，我决定爱你们一万年。有请团哥。是这样的，那这个不是过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南哥啊，谢谢南哥。然后那个旺旺，旺旺平时跳舞怎么样？旺旺平啊，你平时跳舞怎么样？感谢陈南哥，谢谢陈南哥。那还用问怎么样吗？家人们，我叫旺旺，来自东北，现在在榜十八。榜十八的位置，喜欢旺旺的给榜十八的旺旺点点关注，每天下午3点直播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屯屯的家人们，爱你们哟，来，爱你们。大家好，我叫向北，我在榜20，喜欢向北的给向北点点关注。这时间让我们感谢我们的城南哥，来给城南哥跳一个。害怕那限流。没事，这个应该问题不是很大，来，看吧。这啥呀？啊，来吧。哎呦我去啊，感谢大哥，谢谢，太性感，我都会那么一个动作啊，谢谢大家，我考虑多了，还考虑被限流，怎么可能。没有啊，感谢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啊，感谢他，让他稍微休息一会儿，这两天他可能感冒了，他可能嗓子不是那么好，他跟我不一样，我这人皮实，知道吗？我踹地下磨三脚，起来照样能站起来啊，这真的，他不行啊，这小姑娘不行啊，家人们啊。来，9800还能不能上一万人，家人们？上，家人们，再来一个是吧？再来一个是不是？是不是再来一个？来个，给我来一个曲中人，来，会吧？会。会唱吗？会。是没藏的，就必须会唱。来一个曲中人，咱们人气能不能干到一万人，家人们？干到一万人，看看屯屯是怎么哭的啊？来，给我来一个曲中人啊！来一个曲中人，送给直播间的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晚上其实最辛苦的是你们。然后很感谢你们能来到屯屯的直播间，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也是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，我都没有想到，真的，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。来，干嘛？要要，来跳舞啊！哎呦！哎，大师兄，你在前面，哎，你这啥舞啊？你别管，自创。自己够洒脱，才明白爱情这曲折，有时觉得很脆弱，忽然发现没人可以诉说，心早已不愿漂泊，却注定没了奢求的资格，多少深夜独自难过，反复重播着这首歌。家人们，人气往上冲一冲！初闻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谁是谁非爱与恨，满身的伤痕。再来，昔日浪漫的回忆，如今早已变陌生。只愿老天太动人，
不愿漂泊，却注定没了奢求的资格。多少深夜独自难过，仿佛风过的这首歌。感谢，谢哦。初闻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谁是谁非爱与恨，满身的伤痕。Let's go。昔日浪漫的回忆，如今早已变陌生。来，最后三位啊！老天太弄人，坎坷的红尘。最后的两位啊！初闻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谁是谁非爱与恨，满身的伤痕。要票。昔日浪漫的回忆，如今早已变陌生。只愿老天太弄人，坎坷的红尘。只愿老天太弄人，坎坷的红尘。来，感谢，谢谢我零五幺八哥，大哥威武霸气帅。祝大哥520快乐！谢谢大哥，大哥，大哥想看看什么？来，此时此刻，让我们欢迎0518大哥出场。哎呀，我是屯将军，此生只战，只为屯将军啊！戏太多了，全是戏人，自导自演的。该说不说的来。你上来吧，上不去了，你上来吧。你上不去呀、啊，姐姐啊，上不去呀、啊，兄弟，兄弟们，咱们什么歌能上10000人？赶紧上，他不出来他。他真不出来，要不咱俩跳个舞吧？你自己跳就上人了。我这舞蹈这么销魂吗？这是我。嗯，对对，相当吸引人了。家人们，咱们这样吧，咱们这样，咱们让旺旺给大家跳一个舞。害怕被封啊，其实限流昨天不是哦，你是不是有吗？那他不行，我来吧。对，大师兄来，大师兄的舞蹈跟你相当吸引人了。 我跟你们跳什么舞蹈呢？我你们想看什么舞蹈？想看性感的还是妖娆的还是Hello 大家好，我叫王旺旺，来自东北，现在在榜十二的位置。喜欢旺的可以给榜十二点个关注吗？旺旺每天下午3点直播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屯屯的家人们，谢谢。Hello 大家好，我叫李向北，我在榜十四，喜欢向北的先每天关注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爱你们，么么哒。全是戏，全是戏，家人们啊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给他唱，我唱什么歌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这可咋整啊，家人们？我把我的梦想就这么咱俩啊，咱俩再来一个吧，好吧？我们不在这铜钱可以吗？行，但是你跳不？你不跳的话，啊、你咱俩来个舞女泪，唱啥？唱啥？你想让谁死？你这样问死样的，气人！啊？不会。来，啥呀？舞女泪呀、啊！年少不知阿姨好，错把少女当成宝。夜夜弹奏恰恰，人马来陪容。原来你是一个主播。这什么魔性的舞蹈？你看我就说我不说，我不想跟他一起跳。专业带跑偏，一步踏错，踏错终生错。找着调了，唱啊！为了生活，舞女也是人生。谁说？不唱了。为了生活的逼迫，颗颗泪水往肚吞落。难道这是命，注定一生在那红尘过？摇啊摇啊，搂搂又抱抱，人格早已酒中泡。夜夜弹钩
是一个主播。这女的好看吗？哎呀，太好看了，谁呀？我女神。给大家看看好不好？家人们看这个是谁？哎呀，看不清是不是？大家能看到吗？你唱啊，进不去了吧？哎呀，感谢0518哥送来的大象宝象传说。哎呀妈呀，好好看！别耽误跳舞，去去。就是不是有声音的那个，还叫的那个特效？红尘过，伴舞摇啊摇啊，搂搂有宝宝，人歌早已酒中。谁叫你是一个主播？生活的逼迫，颗颗泪水往肚吞落。难道这是命，注定一生在那红尘过？当舞摇啊摇啊，搂搂有宝宝，人歌早已酒中泡。夜夜弹够恰恰，轮把人 K 柔。谁叫他是一个主播？哎呀，这个上不去了，我尽力了，家人们，我真的尽力了，尽9400，我这男女的都整不了你们，太难听了。你干啥呢？搁这？你抱啥呀？这是？这是豚吗？这不是豚吗？这是？这是鱼吧？这是？这谁送的？这是？这谁送的？谁呀？说话呀，咋的了？哎，你在线不？掉线了，停机了，关机了，欠费了啊！他不说话，兄弟们，没说，对不起啊，不说话这气人呢，这。你好。喂，我刚才还想开呢。喂，说话，咋的了？你被谁咬了？什么情况？这是？哦，没人，你们早说呀！哎呀，没耳机呀，我给你，我亲自给你戴上了。嗯，你别动。谁能控制住我的口水？我自己都控制不住，我能。没事，我不会给你捅坏的，放心吧啊。能听见吗？喂，咋的了？屯屯抱个屯屯，好好看。什么情况下？那不说话。哎呀，感谢零五幺八哥送来的花海之肉，感谢大哥，大哥吉祥，大哥威武，大哥帅，大哥520有人爱，来快。干哈呢？咋的了？喂，再见，拜拜，走了。他不说话，你说这气人吗？这哥们。说，哎，师姐，今天晚上我请客。好。哎，再见。他太坏了，他真的很坏啊，家人们。感谢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欢乐，也希望每。等一下，你们坐正。他刚刚说今晚他请客。没有。直播间坐正。明天的今晚，后天的今晚就是。坐正。啊，直播间10000人坐正呢。今晚向北买单。那个吧，你休会儿来，给向北点个关注来，这么来。谢谢大家，来，我在绑起。你在绑起。啊，来，家人们，我叫李向北，然后再绑14，喜欢腾腾的给14绑14，李向北点点关照，谢谢。喜欢我的话，大家给绑14的李向北点点关注啊。等一下，你们单独来一首好不好？然后你单独来一首，你要唱那个浪子闲话是吧？行，唱一首浪子闲话吧。
我看公屏好多人都喜欢你哦，喜欢旺旺啊，旺旺每天下午3点钟直播，宝宝们啊，谢谢屯屯的家人们，对旺旺可好了。嘿嘿嘿嗯、没有，肯定是你招别人喜欢，别人才会喜欢你啊。哎，我真的很感谢，真的，我感觉来到屯屯这里，然后就是屯屯的家人们，还有屯屯都对旺旺特别的热情，然后就哎呦，你看我觉得我在这里就很放松。其实我性格是一个很慢热的人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但是我现在在这里，我就会发现，我感觉好像是。就好像在自己的那个直播间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那种，就比较放松。对，我的直播间就是这样，我直播间就是大家来一般都是很轻松的，就是不要有什么有压力啊，咱们就很多东西你没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它就顺其自然就来了，对，那种状态也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很放松。等我过个几天我状态再好一点，咱们继续健身。好呀好呀，继续健身，我带你健身啊，带你健身。嗯，来家人们，我那个旺旺单独来唱一个好不好，唱一个浪子闲话送给大家好吗？这个歌我告诉你是我始终都有没有学会的歌曲，是吗？这首歌是我最近刚刚学的一首歌，我觉得唱的就还行，然后大家见证一下，觉得旺旺还唱的好不好听，好不好？要降调吗？降一个吧，降一个调是吧，降一个吧。行、来，我们现在由旺旺单独给大家带来一首浪子闲话，加油，我们给旺旺点点关注哦。嘿，对的，好，交给你了，我走了我走了。加那一首浪子闲话送给屯屯的家人吧。我饮过风烟过沙，浪子无情光酒家，问琵琶谁人话，不在春风如寒鸦。我饮过风烟过沙，浪迹天涯浮云下，看流离随王发，谢谢屯屯的家人们对旺旺的支持，爱你们，你们好热情。念一池流沙，只遇见浪花，让我名成名就斩落晚残霞。风剑紫金甲，头戴风披纱，黄粱一梦太虚不孤夸。摇一笔闲花，舞一月冬夏，待我功成名就西山纵飞马，品酒论天下，喊声小二续茶，音乐摇窗古扬装潇洒。我饮过风烟过沙，浪子无情逛酒家，问琵琶谁人话，不在春风如寒鸦。我饮过风烟过沙，浪迹天涯浮云下，看流连随王发，梦过苍天谋引达。我饮过风无情逛酒家，望流连分金花，不在春风如寒鸦。我饮过风烟过沙，浪迹天涯浮云下，看流连随王发，梦过苍天谋引达。唱一段好了，好听，我试一下好不好？我都给你唱掉人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掉人很正常。快来来，我来试一下。没事没事，怎么开怎么玩怎么开心，我来试一下啊。等他来唱了，献一片鲜花，不一夜冬夏，得我功成名就西山飞马，品酒论天下，还是小二续茶，明月摇窗故乡装墙洒。我饮过风饮过沙，浪子无钱逛酒家，问琵琶谁人话，不在春风如寒鸦。我饮过风饮过沙，浪迹天涯浮云下，看流连似风花，问过苍天谋言答。我饮过风烟过沙，浪子无钱逛酒家，问琵琶谁人话，不在春风如寒鸦。我饮过风烟过沙，浪迹天涯浮云下，看流连似风花，问过苍天谋言答。上到10000人啦，浪子无钱逛酒家，问琵琶谁人话，不在春风如寒鸦。我饮过风烟过沙，浪迹天涯浮云下，看流连似风花，问过苍天谋言答。我饮过风烟过沙，浪子无钱逛酒家，问琵琶谁人话，不在春风如寒鸦。我饮过风烟过沙，浪迹天涯浮云下，看流连似风花，问过苍天谋言答。哎呀好帅
第一次唱这首歌，好好听，真的很好听。真的吗？我学一下。你看是不是伤人了？伤了好多。谢谢薛瑶八哥，没有，是你给了我勇气唱这首歌，真的。真的很好听，很好听啊！家人们好不好听？好听，扣在公屏上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是你给了我勇气唱这首歌，不然我没有唱过这首歌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始终学不会，始终学不会这首歌曲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看是不是唱得很好听？我前面不行，你看我好适合你。我前面是，我其实后面是最难的。我前面唱翻车了，你都把最难的，你都把最难的唱得那么好了，前面就是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怎么给旺旺再点点关注啊？旺旺再点点关注，在榜几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王旺旺。然后，旺旺现在在榜十二的位置，喜欢旺旺的可以给旺旺点个关注，谢谢啊，谢谢屯屯还有屯屯的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真的对旺旺真的太友好了，然后很热情，太感谢你们了，太好了你们。没有，加油加油加油啊！你借助这个力量实力，相信你会越来越好。谢谢屯屯，你要借力使力，知道不啊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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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会越来越好的，谢谢，你这么优秀会越来越好，唱歌又好，谢谢，长得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肯定会越来越好，宝宝们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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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大家，也感谢我们的旺旺，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然后还有向北，我来唱一首，你准备也唱首歌吧，你不想唱了？你为什么不早点给我准备风扇呀？我们都快热死了。旺旺，不好意思，你咋一走了，我这里就有风扇呢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哎呦，没事的，都可以啊，唱快的、慢的都可以。嗯。唱快的、慢的都可以，我来唱一首歌，你就再来唱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我来唱一首歌，来，我来唱什么歌呢？我唱什么歌呢？那个谁，我唱谁呀、啊？我不唱谁呢？我想唱一首抒情的歌曲，《梦里水乡》。梦里水乡，很抒情的呀。哦，遗憾的过客。遗憾过客，我唱的好吗？哦，我唱《两个世界》。哦，那好听啊！来，我来给大家唱首《两个世界》。然后、啊、对，那首歌超级好听。然后向北再给我们来一首，好不好？《两个世界》送给大家。下一首歌你来唱啊，单独唱啊。那黑暗的灯光，角落的忧伤，寂寞的心在游荡，无处躲藏。你喝多的模样，在我眼前晃，好想去为你披上一件衣裳。这夜晚的酒吧，杯中的酒花，孤独在对我说着不想回家。回忆里的声音让我有些怕，黑名单里那个人已经陌生了。我在没有你的角落里一人思绪万千，你在回忆他的黑夜里一人孤枕难眠。我们的爱情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世界，谁又能体会这种撕心裂裂可谓心酸。都说爱情里的两个人是会越来越恋，可现实中那些恋人总是会不欢而散。我好怕人爱人忘的相遇会改我改变，最后是我一人捧着这份安全感说再见。红红火火，感谢花呀，谢谢信念哥。那黑暗的灯光，角落的忧伤，寂寞的心在游荡，无处躲藏。你喝多的模样，
在我眼前晃，好像只为你披上一件衣裳。这夜晚的酒吧，杯中的酒话，孤独在对我说着不想回家。回忆里的身影让我有些怕，黑名单里那个人已经陌生了。我在没有你的角落里依然思绪万千，你在回忆他的黑夜里依然孤枕难眠。我们的爱情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世界，谁又能体会这种撕心决裂苦味心酸。都说爱情里的两个人是会越来越烈，可现实中那些恋人总是会不欢而散。我好怕人来人往的相遇会把我改变，最后是我一人捧着这份安全感说再见。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。不行，我的掌今天长了好多皱纹。看你唱完这首歌然后就是断气的那种。我是真的感觉要断气了。不是我昨天感觉我昨天唱的好一点，我昨天唱的好一点，今天感觉真的要断气了，感觉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你是真的坏，你把一个难题留给我，我唱慢歌，这会儿我唱慢歌。哎呀，你唱慢歌是你的拿手，怎么会是难题呢？真的是。难题，哎，我来一个那什么吧，我来一个那个，他真的对你好吗？王二零，我要唱这个歌，为什么呢？他真的对你好吗？我希望我。你不要难过。我希望那个人能回心转意，陪那个人过完五二零就赶紧回来吧。啊？哦，你的意思就是他今天出去约会了，然后、啊、约会了，约会约完会过完了赶紧回来吧。哦，你就是，然后你就是五二零，给他审是吧？我借出去了五二零，借给别人了，来。好吧，来吧，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，他真的对你好吗？啊，他真的对你好吗？是吗？前面，啊，那边。他，哦，声音小一点，好。OK 好，啊。哦。好的好的，嗯，下次以后十点钟不对，九点半以后要把声音调小一点啊。好了，哎 ，OK， 来，叫什么歌啊？来，他真的对你好吗？这首歌是一个特别伤感的歌啊，特别伤感的歌，好吧？他真对你好吗？对你好吗？对你好吗？这风扇能不能先关了？这来，风扇开小一点，开一档。哎，来。对，开太大了，开一档就可以了。来，他真的对 你好吗？好。你这个打字儿，哎呀！哎呀，你别急，你别催我，你越催我，我打不好。好吗？妈，听妈妈，不是 DJ 版的啊。吓死我了，刚刚。没事，来，空格，空格，空格。啊，对，第一个。哎呀。那你烦死了，刚刚吓死了，我以为赶我走呢。富豪的吗？对对对，不是那个，应该是扰民呢。啊，没事，扰民呢。他们让我们把音响关小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关系，对吧？咱们声音小点行了的。对，所以说音响还是不能开太大，我还是平时带了个小音响过来，还是蛮好的。OK 啊，希望所有家人们能够喜欢这首歌，好吧？来，来，交给我们的向北。可以可以，加油。嗓子不是那么好，不一定能唱得特别好啊。我是欢迎配合我点啊，配合我点。我们认识了那么久还只是好朋友，喜欢你的话我从没说出口，直到有一次你醉的时候拉着我的手，说着你和他的故事眼里在流。相处那么久没见过你低头，哽咽的我也不知怎么向你问候。我的愿望是你开心，我能陪在你左右，而你难过的时候我也能陪你
忧愁，他真的对你好吗？我现在就要你回答。虽然我的身份不适合当下，为什么你还勉强说这一切还好吧？我却只能陪你强笑着装傻。他真的，他真的，他真的对你好吗？我还是想要你回答，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。累了吧，既然说这时间你要回家，没听到回答悄悄压在心底呀，关于爱你的话。你单对我不好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第二次机会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的世界。我觉得我可以去演戏了。他对他好吗？家人们，你们对他好吗？对我好。相处那么久没见过你低头，哽咽的我也不知怎么向你问候。我的愿望是你开心，我能陪在你左右，而你难过的时候我也能陪你分担忧愁。他真的对你好吗？我现在就要